讲妈祖的一些，我像不管是台湾人民或是我们大陆这边的人民，其实信仰妈祖的人民的心都是慈悲的，我感觉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。是啊，是有点担忧啦，但是希望呢能够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希望能够消除彼此消除这种敌意哈，大家和平相处嘛哈，啊民间的交流呢更能更进一步，那我们对促进两岸的和平呢更有帮助。